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少批发卖家分享020万只用三个月，全模板和选品同样重要。二 POPUP 设置技巧，对于首次到站的访客， POPUP 信息中增加一个优惠活动，有助提高订阅率。四YouTube 红人营销 Leo 做红人营销模式是这样的，先和对方大海捞针谈，有针对性的找很多红人联系方式，用简短红人营销的模式做，然后把产品寄给对方，拍摄视频，把视频链接放到对方的 YouTube 里给自己的网站导流，同时对方要同意把视频放到卖家的网站做品牌背书。通常情况下，红人商务合作有以下四种形式：一、签约，价格高，把控性强，可线上线下结合，品牌定制化。二、一次性合作，视频内容把控性弱，价格较低。三、深度合作，与红人分层，需要操控性较高。四、通过第三方平台发布任务，还看不过瘾，从小白到月销上万美金实属不易。如果你也想跟他一样快速成长，就一起来学习吧。特别声明，未经许可同意，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复制、转载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网站内容。转载请联系 editor@sithnews.com。